黄四海呢？没找黄四海啊。哟，彭组长。啊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例行检查。怎么，你找黄四海谈心呢？嗯，他要找我汇报点情况。好，好事。接着说。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我要去旁听呢。你想去旁听就去听，不想听就跟着我啊。哼，其实你真应该跟着熊少波，他挺让人佩服的。他就是一个网红检查官，有什么值得佩服的？你佩服他啥？我刚提醒他要小心黄四海啊，以免沾上事儿。结果他一听我这么说，反倒着走啊，跟黄四海谈上心了。 了不起！这没什么，你说他和黄四海之间有猫腻儿，人家不得着急撇清啊？但愿吧。你真跟着我啊？那走吧。哎，冯管家，你说你呢？哦，是这样，我觉得沈广军的侄女苗苗失踪啊，很可能。 与沈广军和他嫂子宋丽敏的特殊关系有关，什么关系？这个沈广军啊，他每天夜里就喊着苗苗啊、宋丽敏的名字。我们一帮舍友都觉得他和宋丽敏可能有私情，因为呢，更加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苗苗就是他和宋丽敏的女儿。后来大概是被沈广顺知道之后，沈广顺一怒之下把苗苗给杀了。 你有证据吗？还是你自己猜测的？有，我有证据。你看啊，我搬到二监区已经好几天了。沈广军虽然被送到医院，没住在监舍，但是我和很多狱友都确定过，仔细打听过情况，他在二监区服刑做过的每一件事、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包括梦话，我都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。我觉得这对破获930杀人案有很大的作用。 这些笔记啊，现在还在监舍，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待会儿可以把它们全都给你。我自己也是根据这些情况推理出来的。你这个推理很大胆啊，也很要命。当然了，我们还得进一步核实。啊，如果核实属实的话，我们会跟监狱申请给你立功奖励。谢谢，谢谢熊检察长。你也甭谢我，刚才你说那些，我们都记录在案了，也有录音。 黄四海这事儿，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呢，啊？不是，熊姐，为什么呀？不是一会儿罗姐和冯组长问起我来，我这也没法撒谎啊。那刚才黄四海说的每句话、每个字你都记清楚了吗？那倒没有。那还是啊，到时候你跟领导汇报说你断章取义，再说错了，这算谁的呀？ 黄四海这事现在很敏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啊什么啊？这证据都在我这儿呢，出了问题算我的。哦，玉木脑袋肉干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被人当枪使了。 可我就没弄明白，你怎么就一声不响的一走了之了？一位，白老师和卢总跟我说，说你特别生气，说你爸妈也特别生气。你爸妈，一个是政法委书记，一个是无双集团的主席。他们生气了。
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行踪，可能随随便便给派出所打个电话，我就有可能要被抓起来了。他们跟你说，他们跟你说，那我现在也跟你说，他们实在太坏了，他们太缺德了。如果爸妈真是他们嘴里说的那样，那想找你不太简单了。我爸给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卞国立打个电话，那分分钟就知道你在哪儿。抛开他们不说，我是干嘛的？我的公司叫电眼科技，专攻人脸识别的。你跑得再快，你跑得过大数据吗？所以我想找到你，很简单，你信了吧？我信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爸这个人是个十分不近人情的大官僚。我从小到大，做任何事情都没仰仗过他的力量，甚至我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要先清除掉所有跟他有关系的资源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一路走过来，纯纯粹粹是靠自己的双脚。我张一伟从来不撒谎，可就是没人信。我信，我信你。而且我想得也很清楚，你想啊，一个政法委书记如果想整我的话，我躲在这个公寓里肯定是没有用的。我之前真的是太天真了，陆总他们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。鲁春阳这点小伎俩小算盘，他无非就是想要挟我们家去给黄四海，就是黄雨虹那儿子减刑。真的假的？当然啊。如果鲁春阳要是知道了咱们俩在一起，他一定是急疯了。我很担心他会报复你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卢总这个人能量特别大，他要报复我的话，你能保护我吗？不是能不能，我是必须保护你。可是你刚说了，说你爸爸不会帮你，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黄雨虹他们实力特别大。他不帮我，这世上就没有主持正义的地方了，不还有公检法机关的吗？对不对？嗯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一走了之。我们去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们去南极、北极、夏威夷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可以陪你去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要好好选一下。嗯。去冰岛吧。去冰岛看极光。嗯，不过太冷了。哎，冯主任，欣然姐。就这床。哦，冯组长也在啊。是啊。黄四海人被你扣住了，我查查他东西。现在黄少成了热门人物了。那日记本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啊，我们从黄四海那儿获得了沈广军的线索。还希望冯组长能行个方便。哦，我也查到了一些沈广军的线索，正好可以跟黄四海说的印证一下。这黄四海又没跟你说，你印证什么呀？你可以跟我说呀。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，咱们不是一回事儿，啊。那对不起，你要是不跟我说黄四海交代什么的，那我这个也不能给你看。我相信这个小本本里面记的肯定比黄四海口述的还要多，你信吗，刑部检察长？
冯组长，这么多人在这儿呢，你就别再耍你那特殊身份了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，你能不能给别人一点工作空间？就怪了，我就是想跟你交换一下黄四海的信息，怎么就不给你工作空间了呢？难道黄四海的事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都是为国家办事儿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重要的是要查清真相，还当事人以公正。那么小心眼干什么呀？冯组长，咱别抬杠好不好？你说的是黄四海的事儿，我说的是沈广军的事儿。我从黄四海那儿获得了有关沈广军的重要情报。如果要汇报，我也是跟五副检察长直接汇报。我跟你说不着，这是我熊少峰的本人的工作。你不能什么功劳都是你冯森的吧？抢功也不能这么抢啊！这到处给人乱扣帽子。你到成州当卧底，你也没跟我说吧？那功劳也没分我一半吧？行了行了，那我就等吴检察长开会传达消息了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别跟那个黄四海走得太近了。你想想啊，从一监区转到二监区才几天啊，就跟你提供立功的信息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像不像故意设计的？冯组长，我只看这个消息是不是有价值，是不是真实可靠，至于别的我暂时还不用考虑。是吗？行，那我也简单的跟你透露一下啊，黄四海这刑啊减不了，不但这个刑减不了，上次那减刑也可能被撤销，甚至判决书都有可能改写，所以你提供给他的立功机会完全没有意义。如果这个没有意义，那你煞有介事的保密就显得很可笑和多余。不，那照你那意思，我现在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做就有意义了，是吧？可以做，但是白做。坐，来，坐，来。我早跟你说了，你找这人不行，他见到男人根本把持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次去医院，我就应该带他去看看病，我看看他有没有花痴病。我的学生，我白小莲不收学生，没有人能学到我身上那些东西。就算乔毅他叫我白老师，我教他见到权贵就以身相许，我教他把强奸变成爱情了吗？我没教他那么做人。卢总，反正现在事儿就是这样，我管不了他了，他不跟我出来。你自己跟他去说吧。什么东西？打电话呢，打呀，继续，打呀，继续。听见什么了？哎呦，全都听见了。先假装跟人家乔毅是闺蜜，把人家乔小姐骗到会所里给我搭个错局。等人家俩真的一见钟情了，您又假装好心报警，说我大哥强奸，报完警您又说我大哥要报复，把人家乔小姐给软禁在这儿，现在被发现了，又把这一切都推到给人家乔小姐身上。你录音了吗？我抓你个现行。现行你大爷，法治社会讲究的是证据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你红口白牙，你想编排谁呀？你真逗。东川省第一监狱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，利用午饭前的这段时间向广大狱友普及一段法律知识。跟我走吧，有办件事儿。这都几点了，你不吃午饭啊？你怎么也得让我们休息休息吧。吃啊，怎么能不吃饭呢？去罪犯食堂体验体验生活。我就坐黄四海对面，什么也不问他，行吗？没问题。说不定能省顿饭钱。我说怎么一到监狱你就如鱼得水了？啊，部队跟上，走。哎，那个小叛徒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你赶紧跟着你熊副检察长吃饭去啊！是熊副检察长让我来的，又不是我自个儿主动要来的。哦，他让你跟着的，我还以为你要投诚呢。我吃饭。
瑞哥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在楼道里摔了一跤。白小莲呢？啊，没回来呀、啊。我不知道走了吧？啊，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白小莲太不是东西了。我刚才跟那个楼道里听见他跟鲁春阳打电话，我全听见了。他们肯定有后手，所以说咱们可得加点小心。那又怎么了？我跟乔毅，我们俩真心相爱，我们是男女朋友。他们就算是想做文章，那又能有什么用？是吧？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。之前卢总和白小莲老师不是让我参加那个聚会吗？本来我不想去的，可是他们跟我说，给我什么机会什么的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根本不在意什么机会，我总觉得只要把书写好了，机会自然就来了，没必要自己去运作什么的。那现在后悔了吗？没什么可后悔的呀，我又没签什么卖身契，更没失去什么，只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认识，我想考验考验你。冯组长，咱们今天真要在这儿蹭饭啊？蹭什么饭？人家没说，我们不能吃球粮，这有规定的。来几杯白开水。哎，好的，稍等。我们仨就坐在这儿，一人一杯白水，演什么呢？有意思吗？那你觉得怎么才有意思呢？好歹也在白水里放两瓶茶叶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黄四海这小子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没准他身上真有人命啊，说不定法院会再回炉，是来了，判他个死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么肯定吗？他爹花那么大血本给他减刑假释，恨不得把张永成的儿子都拉进来当垫背的，不一定是害怕他在这里面受苦。再说他这里面也受不了苦，那么多人舔着他，所以我估计最大的可能，就是他身上还有了不得的大事儿。碰到我，算他倒霉。干嘛呀？下面我要说的是机密，想不想听？想听的话，向组织靠拢。再靠近点。现在调查黄四海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说不定会带出一大片人。你这斗志满满的，不像那个年龄啊。那我这个年龄就不能斗志满满吗？斗志满满跟多大岁数没有逻辑关系。我这是一个检察人的赤子之心。是应该放一盒茶叶啊。黄总，哎，到，不立。小子挺狂啊！我听说你从一监区打到二监区。报告领导，黄四海从来不打人，是他们打我，才把我从一监区换到二监区。也感谢领导把我换到二监区来。还挺会说，不说没有用。熊副检察长看了你的笔记了，他让我告诉你啊，你那些东拼西凑、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用。别整天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好好服刑，好好改造，争取出去时候还能找着媳妇儿。不老实的话，等出去七老八十了，什么都晚了。明白，领导。向右转，起步走。
哎，我说哥，茶几上那坚果能吃吗？尝尝。谁呀？我们是三丰派出所的执行民警，开门。又是他们，没完没了的。又是你们俩，你们玩够了没有啊？你们干嘛老是追着我不放呢？张一伟，我们接到人报警，你现在涉嫌一起强奸案，请你跟我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。咱们能不能别老是开这种玩笑？又是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对，我是他女朋友，我们是正当的男女朋友。乔姐，这一次跟你没有关系。张一伟涉嫌强奸一位叫做万彩妹的女性。乔姨，我没强奸过任何人。行了行了，不用怎么说，不是，哎，等会儿，慢点，等会儿你慢点，哎。董事长，你刚才是有意那么说的吗？熊少峰明明没说那些话，你刚才那么弄，你不是让他得罪黄四海吗？黄四海一个罪犯，熊少峰副检察长，怎么会怕得罪黄四海呢？什么逻辑啊？那我知道了，那你就是故意的。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？没想法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十年前在玻璃县，黄雨红就是我的眼中钉，我就是他的肉中刺。我们交过几次手，可惜证据不足，没有把他逮起来。现在他俨然已是金身了，但我依然相信他屁股没擦干净。啊，黄四海遥控监狱外面做的事儿，那就是涉黑涉恶组织犯罪的一种升级形式。我考考你，最高检扫黑办领导最近讲话关于黑恶组织隐匿蛰伏，呈现六种态势，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为犯罪组织披上公司及企业的外衣，企图以企业行为来掩盖犯罪行为，犯罪领域逐渐向互联网金融、投资理财等行业渗透，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，犯罪手段逐渐从以暴力为主转向为软暴力，隐秘性增强，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逐渐从显性走向隐性，利用信息网络犯罪以及跨境作案企图逃避打击，拉拢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加入黑恶势力犯罪组织，从而逃避打击。嗯，好学生，不错啊，基本正确。我问你，黄四海家里面设计了几条？披上公司合法外衣有吧？向互联网渗透有吧？软暴力有吧？从显性走向隐性有吧？你要这么说，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。作为检察官，一定要有这样的敏锐度。胡大军的妈妈腿被踩断了，全家却欢欣鼓舞，因为家里能盖新房子了。这是不是显性走向隐性？利用华泰商场来操纵这件事情，是不是给犯罪组织披上合法外衣来掩盖犯罪行为？一个普通老百姓要是把一老太太腿打断了，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？至少判五年吧。这种有创意、有组织、有执行、有法律把关。高水平的作案团队，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吗？这算什么？那要真这样的话，你就不怕黄雨红报复你吗？我呀，只要一见到疖子，我就一定要挤一挤。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，舍得一身剐，才敢干正法。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自从十年前我老婆被五辆车碾死，我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怕什么报复啊？如果熊少峰怕报复，如果你怕报复，我劝你趁早改行。冯组长好。你就说我这工作还怎么进行啊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。
冯森同志，冯组长，你有没有点起码的礼貌啊？我这个吴姐汇报工作呢，你门都不敲就闯进来了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就正好汇报黄四海立功的情况吗？正好我们一起呗，咱俩一起汇报呗，这有什么好激动的？我好了好了，都冷静一下，好好说话行不行？我跟他我是没法好好说话，还当不当我是老领导了？啊？你们呢？不是背后有人，就是上头有人；不是三次元的支持者，就是二次元后边的千万粉丝。那我呢？杨检察长在北京，只是我暂时负责省第一监狱的相关工作，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吧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吴姐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刚才态度不好，我检讨。吴姐，嗯，该说的我就说啊。熊副检察长跟波动网有利益关系，波动网呢是喜游网的子公司，喜游网的总裁是黄宇红，黄宇红的儿子黄四海在我们这儿服刑，按道理熊副检察长应该回避。冯组长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常州有很多人都跟波动网有关系，要么是用户，要么是员工。喜游网的员工有9800多人，他们当中就有家人或者亲属在里面，所以说谁能跟黄玉红撇清关系啊？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们这儿没人能管黄四海了。哎，这个道理好，那还真不能让熊副检察长回避了。行，我的意见啊，是今天不管熊副检察长汇报黄四海有什么样的立功表现，我都不同意给他减刑。那要是真的立功呢，也不给减刑吗？嗯，不给减。那这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。我们检察院呢，不能这样刁难监狱方面。人家狱政科送过来的材料，只要找不出毛病，那就得给人减刑，这是法律规定。没有那么简单，这是大家全都默契的在搞权力腐败。虽然查不出任何破绽，也没有任何人具体帮黄四海做事情，但是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惧怕黄宇红的势力，都潜意识的拜金嘛，都把黄宇红当成偶像看待嘛，都觉得自己家里有人跟黄宇红的公司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有关系，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非常默契的互相配合着啊，让黄四海有机会减刑，有机会立功，有机会假释，最后查起来好像谁也不负责任，因为这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在发生，正常走程序嘛，对吧？那冯组长的这个说法就是，那大家就得默契的陷害黄四海，置人于死地。那倒不必，我只要黄四海跟大家一样待遇就行，现在明显的是区别对待。冯组长，你说的呢已经进入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了。是吗？哎，这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打个比方啊，就像一个男人看见漂亮姑娘，那就忍不住会多看几眼，是，并主动向她示好。那遇到富人呢，那也会想办法去结识她，争取有合作的机会。这是人性本质的问题，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啊，那个胳膊断了的沈光军，那怎么就没人巴结他、讨好他、给他创造机会呢？那同样啊，黄四海呢，那他的待遇那就会有所不同。我们无法强制别人去改变这种情况，冯组长，你也改变不了。那如果我要是能找出黄四海新的犯罪证据，或者查出他还有余罪未交代呢？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好，你等着吧。行了，走了。
黄四海的余罪了？没有。那你这是造势，造完势，说不定一些证据就自己冒出来了。哥。哦。眼睛真大。是个狠角色。邵凤海，嗯，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。既然冯组长提出来了，我们不能在自己人还有意见的情况下，强行给一个人减刑，必须把证据找扎实了。你看这个啊，7月8日，沈广军半夜说了好半天梦话，把大家都吵醒了。他一直在叫宋丽敏的名字。哦，对，9月3日，啊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我多稀罕你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这样就说不清楚了。”这些只言片语的呢，确实会让我们有一些猜测，但都不是直接证据。何况呢，也不能排除黄四海人为编造的可能啊。当然，这些我都清楚。但是你黄四海毕竟搜集了这些线索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啊，利用其中有用的信息去沈广军家里去调查，很可能就能查出苗苗的真实信息啊。比如说，苗苗是不是沈广军和宋丽敏的私生女？她是不是已经被沈广顺给杀了？啊，这些都是极端情况。如果是真实的，很容易就能从沈家调查出来。也这么大的事儿，只要我们打开口子，不管是那沈广顺、沈广军还是宋丽敏，他们都不可能隐瞒得下去啊。那你还是去沈广军家走访一下。不过呢，冯组长毕竟是上面派来查930杀人案的，你还得跟他打个招呼。他查他的，我们总得干我们的工作吧。那就他那做法，说实话，我是真没法跟他合作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带着小罗去。好，那先走了。黄四海身上啊，哎呀，是太多麻烦，钱多人多事儿多，涉黑涉案的可能性还大，所以我觉得冯组长提醒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当然我只是一说啊，你可以选择性接受。甭聊他了，咱们说点正事儿啊。你觉得沈广军和宋丽敏有可能私通吗？我倒觉得挺有道理。哪儿合理？就是因为啊，黄四海在监狱提供的情况，就能够推测出他俩有私情。然后沈广顺因为恨自己的弟弟和老婆，又觉得孩子不是自己的，所以就杀了苗苗，还假装成孩子是丢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从黄四海提供的消息啊，是这意思。那你信吗？办930案的时候，这一家子咱们都接触过，沈广军、沈广顺兄弟俩。再加上胡雪娥、宋丽敏，一家四口没一个正常的，什么不可能呢？反正我觉得你得先说服冯组长，谁叫人家是钦差大臣呢？他要是觉得你这个逻辑不成立，那你说什么都白瞎。哎呦，说服他，什么事儿他都得亲力亲为，都他说了算，你能说服他？别的事儿我不说，但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，我觉得冯组长还是挺有魄力的。就有一件事吧，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合适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不是和王鹏去找黄四海张罗了半天吗？那冯组长一去，你干那点事儿就全白瞎了。我觉得他是不是克你？是不是你俩就是八字或属相不是特别合？所以他一来，你这想当好人就没戏了，这门砰就给你关上了。他干什么了又？
他吧，其实也没做什么，他就是让黄四海站在那儿，然后一通挖苦数落。那黄四海作为服刑人员，他也没办法，只能就站那儿挨批评呗。哎，你说这冯森啊，这黄四海的能力他是不知道，张书记都让他给整得七荤八素的，你说他这捣什么乱？可问题就是人家没事儿，因为他说他是奉你的命令去教育黄四海的，还说黄四海给的那个日记根本就没有用，让他死了减刑的心。不是，熊哥，我说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你是想让咱俩死这儿吗？完了完了，什么完了？他这么一折腾，那黄四海不定要整什么事儿。黄四海已经关在监狱里了，监狱是他们家开的呀。啊，就因为冯组长说是奉你的命令去收拾他的，他就记恨你啊，就通知外面的人报复你吗？你说对了，他真有这个能力。他要是能有这个能力，那就只能说明他在监狱里有内线。你说呢？不可能。是监狱还是我们检查系统啊？你也不是小孩子了。哎，你开吧，我是真开不了，我再开下去真的出人命。现在想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那我们一会儿见了沈广顺他们，我们说什么呀？问什么呀？那总得有点计划吧？你就一直不说话吗？到地儿你也不说话吗？我可不是很了解情况啊。我到了那儿，你想问什么就自己问吧。沈广军的事我是不管了，有冯森呢，我掺和什么呀？胡雪娥吧，我没钱。我要您钱干嘛呀？我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冯组长啊，让我来找您谈谈。冯组长？啊，我不认识。您瞧瞧这个，167，你这号有点眼熟啊。您肯定眼熟啊。保不齐您手机里存着那号呢。我冯组长说了，他跟您有交情，对他之前不叫这名字，叫郑天明，有印象吗？郑天明。郑天明。嗯。大背头。哎。大骗子。啊，他不是骗子，他之前啊是卧底到监狱旁边，为了查出来谁是坏人。现在任务结束了，你回我们检察院当组长去了。啊！你是大背头手下的？啊，是您说那大背头是我们检察院冯森冯组长，他呀，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苗苗的线索，所以今天让我来呢，跟您核实点情况。苗苗？哎，跟他说，
您是沈？那个大背头自己怎么不过来？怕小命丢了。他是检察官，你可不能乱来。他扮成骗子想骗我妈钱，跑我前妻那儿胡说八道。我不乱来，就想卸他一头。这你可就不对了，冯组长这是为了查案子，他现在已经查到一些关于苗苗的线索了。他通过走访你前妻以及周边一些街坊们，初步认定苗苗是沈广军和宋丽敏的女儿。所以今天呢，让我来跟大婶我们聊一些。哎，我没说完呢，哎，等你等我，我还有工作啊，哎。我也不认识啊，骗子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就是，我哎，就这个，见天往我们家跑，每次还换人，还有弄弄。别生气了，不是我生气，老太太现在身体也不好，天天就为这种破事儿，我弄得焦头烂额的。行，你们得小心啊，现在这坏人太多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是骗子多，不赖多，逮着你别客气，就抡他，太他妈烦人了，天天往我们家跑。我这这什么的，谢谢啊，哎，没事，你们也小心点啊，你这他妈这号人太注意了啊，这照顾好你妈啊，哎，那样子是冯组长来过了。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，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，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，迷失的方向，拼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。